人类应唔应该制造基因改造食物呢？运动除了有益身心，你哋仲会想到咩呢？我把通识教育看成乜嘢呢？通识教育科睇成一个大综合学科，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啊嘛！送唔到比较需要嘅人都冇用噶。会唔会被大财团垄断咗个市场先？从好嘅方面就系、是、其实个空间无限啦，你亦都可以即系有大啲发挥或者创造空间啦。咁但系即系唔好咁讲咧，其实佢又冇乜渣拿。而家睇唔到呢个通识科咧系摆脱到考试嘅杀伤力。个人啦、啊、社会啊，以至到全个世界，或者甚至我哋嘅健康啊、生活啦、啊，即系等等嘅嘢咧，都共嘢一路咁去推啦。咁的而且确系。即係一個史無前例，我覺得，咁所以變咗大家會有一種嘅擔憂嘅。好多人會擔心通識係一個吹水嘅科目。嘅問題咧，俾邊種？教統局喺今年九月將會推行334新學制，升中之後讀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再升讀四年大學。另外，仲規定入大學高中生一定要修讀通識呢一科必考嘅新科目。通識教育科佢有個特定嘅目標啦，最主要佢就提供一個機會咧，係透過一啲日常生活嘅議題，就俾學生喺唔同嘅角度去睇個問題。同學佢哋最需要嘅即係素質啦嚇，就係識同人合作，語文能力好，識解決問題。咁當然要有禮貌，即係一個即係有品德嘅人啦。至於佢識幾多知識，其實都唔係最重要，因為出嚟工作嘅環境咧好方便嘅。你想要攞咩知識，你撳個掣你又攞到。慣咗我哋嗰個所謂即係資訊量不嬲嘅工作。雖然教統局強調喺334新學制去到高中，學生先需要讀通識科，但係根據教科書出版商今年初做嘅一項調查顯示。在全港450间中学之中，有一半准备在初中开设通识科，为三年后衔接新高中做好准备。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晨。何汉权是中学副校长，主要教中史科。他说学校开校四年一向着重保留传统学科，为学生应具备的知识打好基础。所以反对将中史、地理、经济变为综合人文科，在初中就为日后的通识科铺路。通识在一个理念上呢，就没人会反对的。个问题就话呢，你学习的通识的过程里面呢，那个学问即是话是能不能够扎实。第一个范畴自我及个人成长，第二个范畴就今日香港咁多嘅中国，第三个范畴咧讲生物科技同埋环保等等，佢系全部都涉猎晒嘅，佢好有崇高嘅目标嘅。咁当然有崇高嘅目标系冇错嘅，但你点样能够咧系你个理论同埋嗰个教学嘅现实系能够结合到，然后先至实实在在咧系即系希望到即系读完三年嘅通识之后咧即係學生能夠基本上係通同埋識咁樣，咁呢個又唔簡單咯。2009年，學校無可避免一定要開通識科，但係何漢權就話佢一啲都唔擔心學生跟唔上課程，因為學校一向鼓勵閱讀，要求學生多睇課外書同埋報紙，培養分析能力，同通識科嘅要求不謀而合。你真系咧透过呢啲遗址啦、古迹啦，去融入咧我哋自己嘅生活里面咧，去谂多啲，咁自然咧你就会觉得好有趣味噶啦。从生活之中学习咯，就唔系话净系睇书咁死板，又唔最紧要走出课堂咯，令到佢就可以。想唔想象到人哋喺度读书嘅时候系点样样咧？王永芝和谭许莹教了中史几年，他们很认同学校的理念，反对初中为开通识而取消中史，剥夺学生认识中国历史的机会。以我所知咧，出面都好多中史科老师好惊噶啦，已经一窝蜂就去读通识，有啲系学校要求，有啲系睇到个前景就系学校都唔会开呢一科。
好像一個不明文規定，就是通識科老師將來就要走通識路線。傳統啲村民嗰啲價值觀歸納出嚟，佢哋一啲嘅睇法係即係好有啲特色嘅。現代人就一唔同咗啦，已經好重視製造咯。邊一個價值觀你覺得咧係應該咧保存落嚟嘅，係最重要嘅？我就擔心咧，如果全民為通識而通識，而去忽略咗咧傳統嘅知識嘅價值。如果我哋因為搞通識，對於一啲隱含咗通識好大嘅元素嘅傳統學科，例如中國歷史科、例如地理科，而讓佢哋關門大吉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因為你關門大吉之後咧，你要再建立翻個學科咧，係基本上冇乜可能嘅啦。做咁多嘢之後，做乜中國二三百年之後再遇翻啲外國人嘅時候，俾人打到一籌莫展咧？點解中國人可以係咁強大，但係到後來又會咁唔掂當咧？咁喺呢個歷史上面咧，帶俾我哋去諗，係中國人喺呢一個歷史轉折點樣發生咗咩事咧？咁第一，大家我會唔會係啱喺展覽嗰度揾到？佢本來唔係姓鄭噶，似姓鄭噶，本來姓馬，叫馬和。鄧建新十幾年前開始教中史，一直到而家，佢都就地取材，利用時事結合歷史故事，訓練學生思考。有個鄭咧，個名咧，應該佢呢度冇名啦。咁究竟咩人下咗咁嘅決定去銷毀依咁嘅檔案咧？歷史上有冇記載到？上堂嘅時候，好多嘢可以去諗嘅。不過咧，就為學生嚟講咧，翻落個課本裏面咧，第幾行要考啲乜，個答案喺邊咧，為佢哋係好重要嘅。以前個社會氣氛咧，的確不利嘅。咁因為社會冇話俾佢聽你要思考嘛，係咪啊？成個社會都唔需要你思考噶嘛。咁考好多科都係咁樣嘅情況，咁變咗行呢條路咧會孤獨嘅。有幾多個同學覺得唔係好嘢嚟㗎？中國共產黨，舉手嚟睇下。38個同學咧，都係舉手咧話唔好嘢，而大家都喺佢嘅管治底下，你中意定唔中意佢？究竟個因素喺邊咧？點解會係咁？我哋希望鄧建新認同推行通識科，不過佢擔心一旦全面落實，以高中生嘅能力，未必個個能夠應付到。難度係點樣讓十幾歲嘅細路仔咧？佢會係即係能夠投入到入去，同埋慢慢組織。咁因此咧，就要將個議題點樣拆散佢，同埋係點樣去要求佢哋咧，係舉證，根據事實，然之後去判斷一啲事情。點解？咁因為一開始國民黨嘅時候咧，咁就通貨膨脹啦，國民黨政府啦，係咪啊？國府咧就係咁樣嘅情況啦。於是乎咧就出現問題。好，其他共產嘅主義嚟噶嘛？咁有啲有錢嘅人，除咗思考嘅能力同知識之外，我覺得就係個人嘅質素。呢個我睇翻現階段通識嗰個內容上面，似乎就比較難處理嘅。佢哋係好有一個期待嘅。有時候所謂議題式嘅教學都要配合翻咧，即係嗰個即係學生嗰個成長啊、情緒啊。三年後，新嘅高中課程，學生除咗讀中英數同埋通識之外，最多可以選修三個科目。有部分嘅馮家輝中史老師，佢教嘅中學半年前喺中六開設通識科。教咗几个月，佢觉得而家教预科通识班嘅方法，第日教高中只可以作为蓝本，真实情况未必相同。分组讨论啊，汇报啊，将来高中一年班入边嘅人数咧，都一定唔会得十几个同学咁少。咁要进行深层啲嘅讨论咧，其实系有个难度。咁要佢哋好关心时事，要训练佢哋嘅思考咧，对比起而家中六咧，我相信个难度系会。即係高好多。佢留咗之後，佢咪即係擺喺一個黑掹掹嘅地方。第三樣，一刀切，即係全世界你就要跟住咁嘅模式去進行。咁但係其實未必每一個學生都適合喺某一個特定嘅一個形式入面。即係咁講，有陣時冇錯啦，即係佢自己可以
透過人嘅嚟緊嘅學期，隨住三三四新學制嘅推出，好多中學正密鑼緊鼓，計劃喺初中開通識班，為三年後入大學必考嘅呢一科新科目做好熱身。即係教你唔好呃人啦，唔好亂批評人啦。教統局強調，通識科只有課程冇課本。老师只要平时培养学生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考试的时候真能够畅所欲言。考下你的解难能力。陈家立虽然教了十几年书，但是和大部分老师一样，对通识教育一无所知。他教紧的学校打算在新学期在初中开通识科。吴家立好坦白话，负责要教呢一科嘅老师觉得压力好大。我哋所理解个新嘅高中嘅通识教学科里边咧，其实佢好强调就系一种学习嘅方法，即系学生点去掌握一种嘅学习方法，嗰个技能嘅培训上面系重于嗰个知识嘅传授。查全球化三个词咧，我估弹出嚟嘅相关网页系非常之非常之多嘅。咁而且有可能係支持嘅，有反對嘅，咁變咗一個學生點樣喺咁多嘅資料裏面可以揾到即係適切嘅呢，或者甚至係可能係我哋喺教嘅陣時候應該係點樣去選取。咁吳家立一向負責學校嘅公民教育，十幾年嚟佢經常舉辦課外活動，等學生有多啲機會擴闊視野，培养公民意识。整个学习的进程里面应该是一整全的一套东西来的嘛。对他来讲可能是最大的得着，他自己应该最清楚的。就不是说我用一把尺外观上去度他，用一种行政的处理变成一个必修科，甚至是一定要合格的科目，那是不是代表可以诱发到他的兴趣呢？被这班同学请他回来帮手，其实他是自愿的，对某一些的议题試試啊，或者可能對一啲即係講座啊，或者有啲特別嘅活動，佢係有一種興趣，佢按一種興趣咧，然後去驅使佢自己去參與呢個活動。咁你諗下，通識以後就基本上係冇得揀噶嘛。如果即係嗰個考核真真正正就好似教統局所講到咧，就係咁開闊咁先算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另外一個擔憂嘅，就係、是、即係教得幾多係先叫足夠，學生要學到幾多先叫足夠，係咪即真真正正嘅掌握咗一種嘅技能？即係佢要得分析啊，諸如此類嘅資料就幾樣夠啦。咁如果到頭來即係出嚟嘅成績又唔係咁嘅話咧，咁我哋應該點自處？通識科並唔係一個全新嘅學科。九十年代初，政府鑑於當時嘅中六課程過於學術性，着重背誦，於是對課程進行檢討。九二年加入通識教育作為中六嘅選修科，訓練學生對事物嘅分析能力。自覺地去分組啊！嗱，麻煩每組咧。鍾文堅係最早一批將初中歷史、地理、公民教育融合變成通識教育嘅老師。近半年嚟，佢仲負責埋喺預科新開嘅通識班。相對其他未教過通識嘅老師，佢話自己比較容易掌握。因為佢嗰啲唔同個案係來自不同省份嘅一啲通識，我諗即係由翻佢本身一個最大特性就係佢係好範圍好廣，亦都個界限好唔清晰，即係亦都可以講話佢本身所觸及嘅範疇其實可以係無限咁大嘅啊。咁當然從好嘅方面就係其實個空間無限啦，你亦都可以即係有大啲發揮或者創造空間啦。咁但係即係唔好咁講咧，其實佢又冇乜渣拿，好模糊不清。我以前從來都唔會留意世貿噶，我連都係中六先知世貿係乜嘢，我真係唔留意噶。我竟然而家對政改方案有興趣，我突然驚。咁世貿咧有乜嘢好同埋壞咧？多角度嘅思考咧，你哋有好多我哋通常老師講嘅橋喺裡面嘅應用啦，或者即係幾時你需要提點個學生，幾時要放手俾個學生自己去透過探究去學咧咁樣。呢啲位咧，開頭嘅時候俾學生咧，定係喺臨尾總結嘅時候先俾咧？呢個就牽涉到好多老師個人嗰個判斷，或者係老師
對成個學生嗰個學習好互動嘅一啲反應落實出嚟。係有錢嘅國家都有啲地方啦，咁佢壞嘅地方多數都係第三世界噶嘛，我哋而家係諗唔到啦。已發展地區啦，係享受咗呢個世界貿易嘅好處比較多嘅。論點相當重要啊，其實喺翻香港嘅位置上面，我自己會覺得好微妙嘅，中間係個過程，即係你幾時出聲，幾時應該盡量少出聲。他們其實由最初不是很知道其實通識這科學些什麼東西或者怎樣學的呢，這樣到半年之後他其實即是同學總結回就會覺得啊，即是通識這科其實都幫到的。開頭剛剛讀的時候因為沒有一本課本和之前很不同咯，所以覺得你讀的嘢可能係嘅範圍好廣啊，亦都唔會俾你去貼到題咁樣噶，咁所以係啊冇乜安全感咯。其實開頭會，但係而家覺得其實已經豁出去。通識系直到咧，佢冇答案啲人係好開心嘅嚟嘅，因為佢冇答案咧，你唔係亂咁答噶嘛，但係即係你可以，但係可以根據自己嘅意見同埋思路咧，所以會答得嚟咧，你得心應手啲咯。就由個人去到世界。咁將來個範圍其實係闊咗好多嘅，咁將來咧出現嘅情況咧就會比較多可能考到嗰、那個議題咧，啲同學喺課堂裏面未接觸過嘅，咁其實對一啲掌握唔到嗰個思維好嘅思考方法嘅同學嚟講，嗰、那個真係吹水嚟嘅。呢個論題係民族融和同埋國家統一，主要討論。疆獨、藏獨、台獨、港澳回歸，我指定要讀乜嘢其實？咁要讀咩啊？嗰例如而家講緊今日中國嘅嘢，咁就要讀留意今日中國嘅新聞啊、時事啊等等各方面嘅嘢。即係面對一個咁廣闊嘅課程咧，如果相對喺其他科嚟講，你就唔單止要擁有一科嘅知識咯。民主融和、國家統一。黃子健，大學主修政治。教预科通识班已经教了11年，现代世界和今日中国这两个单元都是他的专长。他说上通识科老师要全程投入才能够做到教学相长。最初几年我都觉得我可以应付的，但是三四年之后发觉自己在大学里面学的已经不够用了，因为世界在变，特别是国内的情况变得非常快，都要跟同步跟时事发展同步。可以说同学在堂上听到的呢都是我可能做一日或者做一堂看到的资料来的。那就是说我都是刚刚学识的东西或者知道的事情就跟他们教他们。而我比他们强一点就是我的分析能力啊或者通知能力会比他们强的。到今天为止呢都是没有教科书的。最初第一年的时候都要找一些参考书给同学参考的。特别是当时国内改革开放都还未是好像今天那么成熟。咁好多關於內地嘅資料咧，香港都冇嘅。要了解啲內地社會情況嘅書籍咧，都要到內地去買。90年代後期嘅時候，就基本上唔使買書啦，因為一切資料喺網上都可以揾到。問題就係點樣喺大量嘅資料之中揾一啲佢需要嘅資料？入翻未得？咦，黃老師做咩今日唔趕？陣間要去同同學去參加啲考察活動。都是通識的部分嚟嘅，要係到內地了解內地社會的情況。越是闊的課程咧，對同學的主動性要求越高啦。二來就是對同學的背景亦都要求越高嘅。考察黃山南京，睇下呢個中國的自然文化遺產，就不斷延伸，開闊佢哋嘅視野。我的能力咯，即係我識嘅咁去講。教统局即将公布通识科考试的评核标准。去到新高中，如果他没有初中的知识做基础，冧上去是冧不到的。由教育学院举办的一个专为老师、校长而设的通识科讲座里面，有学者指出，当教育界为了应付考试，提早在初中开设由学生做主导探讨日常生活议题的通识科，因而减少吸收基础知识的科目，是本末倒置。其实台湾教育改革快过我们很多的，所以呢
佢哋出現嘅問題呢亦都係快過我哋好多囉。咁台灣裏面呢最出問題就係數學科。數學科就係佢哋將佢過往嘅強項呢係拋棄咗，咁就用嗰個建構嘅教學方式。咁於是呢啲學生呢上到去中學嗰陣時呢就死啦。好多學生呢連啲基本嘅數學嘅運算呢都掌握唔到。我希望我哋唔出現呢個問題囉。但我真係好驚我哋依家呢到幾年之後我哋會出現呢個問題。咁到時呢就後悔已晚，因為呢你到時已經出現咗好多追唔返啦已經。所以即係做改革呢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是、要穩打穩扎囉。即係唔係好似個鐘擺咁由一邊就揈到第二邊就係叫最好囉。你一定要穩到個均衡點囉。咁呢個均衡點呢其實好難穩嘅。但係呢我諗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囉。呢、這個唔係淨係香港嘅從事教育研究嘅人係咁講，其實中國大陸裏面、台灣、美國、日本、英國好多學者都係咁講緊，依家冇得揀㗎啦。政府決定咗，你一定要09年要行呢個通識教育。